第六题，下列何者最适合使用感应起电的方法使其带电？按照我们上课的教法说，摩擦起电用在绝缘体，感应起电用在导体，也就是金属。所以，而这里的选项中只有 B 铁棒是金属。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最适合使用感应起电的方法使其带电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铁棒。